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折一个可爱的老鼠头部。首先准备一张正方形彩纸，两角进行对折，再这样对折，打开，两边角沿中线对折，再这样对折，把这个角向上对折，再打开，从中间打开，把这个角向下压，下面折到刚刚折痕处，这样压好，翻过来，这个角向中间折痕对折，把这个角这样整理一下，压好，把这个角向左折过来，这边也同样方式折，这个角再向右折过来，把这个角向上沿中线对折，转下来，把耳朵这两个角这样向下对折，翻过来，贴上眼睛，用黑色纸剪一个小圆贴上，这样一个漂亮的老鼠头就折好了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